我的这个版本是 1.038.20 版本，视频开始的公园和房子都是这次更新的重点啦。这些房子呢都不是我建的，现在呢更新的版本的话可以下载别人上传的存档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漂亮的房子了。你们看这里的存档是不是很多，有旧存档、新存档，还有受大家欢迎的存档，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选择啦。我现在示范一下呢，给大家怎么样去找到别人的存档。现在呢我们就选择第二个存档，人气比较旺，大家都比较喜欢了。首先呢我们先点下载，现在加载好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话是有一个箭头，箭头指的方向就是这个存档的位置了。箭头呢隔一段时间会消失，我们再点一下 Show Position， 然后就可以出现箭头了。我们顺着箭头呢就能找到存档的位置在哪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存档的话，可以点 like 喜欢，就可以在我的喜欢中找到这个存档了。在我的喜欢当中选上你喜欢的那一个存档，点下载，然后根据箭头就能找到存档的地方在哪里了。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存档下载你喜欢的各种建筑啦。这个存档呢是我选的一个林中小屋，林中小屋的话建了一个别墅，还有呢我喜欢的一个海边餐厅，大家跟着我去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个海边餐厅好不好看。如果大家要忘记了存档的位置在哪里了，就可以点击显示位置，根据箭头找到啦。这个海边餐厅呢是在港口的沙滩旁边，你们看这个海边餐厅是不是很有热带风格的感觉呀？这次更新主要的内容就是存档共享，还有就是道具呢可以选择多样一起进行移动。现在呢我们就拿三个自行车来示范一下，我们先点中其中一辆自行车，再点击 copy 旁边的 multi，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多个选择道具了。大家看是不是选中了三个自行车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自行车的位置了。这样的话移动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性的选择移动，不用连着房子还有其他一些道具一起移动啦。这样我们建房子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了。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，下期见。